五大当红偶像团体，火箭少女上榜 ，X9 少年团第三，第一意料之中。五大当红偶像团体，火箭少女上榜。五，火箭少女 Rocket Girls 是由腾讯视频综艺节目《创造101》选拔出来的11人组成的女子演唱组合。四 ，Sunshine 由 Abby、Nancy、Cheryl、Cindy、Dora 组成。2015年 ，Sunshine 组合正式成立。2016年2月推出组合首支单曲《甜蜜巨现世》，从而正式出道。三 ，X9 少年团第三 ，X9 少年团。2015年参加浙江卫视才艺养成励志节目《燃烧吧少年》的比赛，被挑选成为录制节目的选手。二 9% 由爱奇艺偶像练习生推出的偶像组合，蔡徐坤、队长 C 位，里面都是高颜值的美男子，都是各有各的魅力的。一，第一意料之中 ，TFBOYS 这个组合是很多人看着成长过来的，是在2013年8月6日正式出道的，是王俊凯、易烊千玺、王源三人组成的。